嗱好啦，听到啲咁熟悉嘅魔法就知道呢只就系 Puzzle and Dragon， 又要嚟试下好耐 N 年前冇玩嘅历史遗物，终于要嚟再嚟一次手抽啦！之前睇过曾经拍过一段片嘅如何 100% 手抽 Lucifer， 之前成功，居然成功咗，咁今日就试下到底重新嚟过的话可以手抽到啲乜嘢啦？一粒一回五粒魔法石，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啊！到底金龍手抽出到啲咩咧？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，好啦，準備拉落嚟，一拉，噔，好，金 plus 蛋出到啲咩啊？超級 rare 唔知咩嚟嘅。叫咩名啊？唔知咩嚟嘅，都好啦。不过希望有五星 rare， 唔系一个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嘅物体啊！吓，传说之 dungeon 就系咁啦。睇下先，睇下有张纸咩嚟？仲有友情，唔知咩喎？用無料友情再抽下先，有啲唔知咩，未見過呢個顏色，普通嘢嚟嘅啫。哇，但好似好多星喎，頭先嗰只喎，好似。Anyway， 仲有啲咩可以抽啊？仲有咩可以抽啊？冇啦，冇嘢抽啦，用曬全部魔法石啦。Stamina 回復。魔法石，我呢个买嘅呢个系冇啦，应该完啦，系啊，睇翻先 ，Monster Box 都好啊，其实情报 Misade 有粒五星嘅，呢个咩嚟噶？呢个唔知咩嚟，五星嘅狼人物体。同埋抽到呢個六星，係咯，呢個仲多星過頭先嗰個，起碼都冇都好啊，好過我以前嘅抽法。雖然冇勁過嗰、那個，雖然之前嗰個如何 100% 抽老西法真係好屈機，唔知點解成功咗，但係都好過冇，理解呢、這個。